不会在苦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后面跟的人是越来越多，虽然政治任务少了，因为伯伟其实很贴心，希望说大家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过去顾好自己的选区，那个地方他自己承担，好，他有这个 guts， 这个 keep 不错。那其实在地方上其实是真的是强强棍哦，我们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讲这件事，那甚至强强棍到什么程度，我那天早上我去投票，刚刚在瑞德大哥在讲说乌日从我参选之后没输过，民进党这边没输过，严家没赢过哈。因为投票在九德里的，我的服务处在九德里，乌日的九德里，也就是台中我这个选区里面人口最多的一个里啦。好，那个里的里长是我的助理，当我的助理好几年之后选上里长，好，光我们那个里赢400多票，一个里赢400多票，所以我那天早上去投票的时候，发现哇，投票率很高，而且每个都跟我打招呼，都是我认识的人。是那个时候，其实我们党有些高层打电话给我，我老公，我靠，应该是鬼。我刚才应该写鬼啊，其实热的程度是超乎外界的人的想象啊，在那个地方其实早就已经热战，那我们的组织其实也都已经全面就下去了，我们也博伟也不断在办座谈会，我们也不断在呼吁我们的支持者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，这个部分其实是一定是这么做的了，没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觉得选战上到底决策怎么样，我觉得到最后是大家关注在博伟这个人的身上，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错，好，这个是没有错，就是不要让镁光灯分散，那我们其他人去做其他的事，像我不一定会一直跟在队伍里面，但是我就是地方上能够认识的里长，能够认识的里民，能够认识的乡亲，拜托他们投不同意票，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一直积极努力在做，不然这个投票率不会积到这么高啦。不过坦白说，其实严家还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，真的已经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状态。怎么说，他们到底怎么动员？刚瑞大哥在讲有计数器嘛，其实不止计数器，他们那里还有个摄影机，所以计数器是功能要做什么？计说这个投开票所来了多少人，来了多少人？那来多少人，你又不知道投票结果。那除此之外，他就会动员催票。如果说来的人数不够，他就会打给里长。哎，立地网立马催一点。所以计数器同时是也帮我成功辨识这个人的投票意向，有这么厉害啊？是没有，但是他们还立一个摄影机在那边。我有去跟选务人员抗议，但选务人员可以吗？这没有违反选务人员跟我讲说，30公尺以外没有法律可以管。30公尺以内不行啊，好，但投开票所有时候是在学校啊，投开票的那个票箱30公尺以外就是门口啊，学校的大门口立在那，连摄影机都出来，我一开始去我还以为是警察的，后来我叫我助理去问，发现摄影都可以长镜头去调，怎么可以有30公尺之外，一样可以调镜头啊？对，他就可以看，特写都有可能。他可以，他不一定可以看到你投给谁，但是他可以知道谁有来谁没来。对。这是很恐怖的，很恐怖。对选民来讲，那是很恐怖的，就是谁有来谁没来。严家是全面掌握，他们的林里长是全面掌握，他真的是进化了。因为以前跟我在选的时候，他是直接里长跟林长站在30公尺以外，大妈花，你来打啊，或像他们用人去认，他们现在已经进化到是用摄影机去确定谁又来谁没来，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。所以在地方上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热了，好，所以也没有热战或冷战之分的，不然结论不会是这个样子。如果真的是选择冷战的话，基本上这个选票不会是这种状况。好，那另外一方面在讲说 ，OK， 那罢免过了，严家是不是就是赢了？我不认为严家赢了，严家基本上应该是错来蛋，真的是错来蛋。为什么？赢啊，那也错来蛋，这不是严家的胜利吗？不同意票哈，坦白说，像瑞德大哥的分析也是没有错了，民进党没有像那种用油篮掐去宰啊，是用组织拼命吹，是没有做这些动作，没有错了哈。那在这种状况底下，不同意票73000多票，73000多票，73433，这些票除了认同博伟，然后对博伟干不干不干以外，这些自动自发出来的，自动自发，然后没有任何压力，然后他们就是不想要严家当立委，怕严家回来的一群人，在这种状况底下。压力，严家给的压力这么大的情况底下，有73000多人，不管了，我得是要邓不同意票。我觉得哈，这个严家真的是，我觉得他现在这些人在补选的时候都会出来，必然出来，坚定的一群选民。我们这段时间在看不为卸票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感受到一个情绪在地方上，那个情绪就是说悲愤的感觉出来了。其实。投票的动力啊，投票的动机，如果你去研究的话，仇恨投票它的动机会是最高的。所以在罢免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被罢免的那个人是最压力最大，因为大家是用仇恨灌注到他身上。国民党这次就用仇恨灌注到伯伟身上，用仇恨去动员他们，动员率会高。那这一次罢免的过程，当然仇恨只会集中在我们这一方。
哦，是集中在我们这一方，但是下一次的选举可能不一样。补选的过程当中，因为现在这种悲愤的气氛已经出来，这段时间好多人打给我说：“世凯，爱敢牙灯哎，我们这一站一定要把它赢回来。”那代表这个仇恨的力量可能已经针对到严家了。大家的说法是说，我们不可以让严家再回来。博威输了是输了，大家是心疼，但是大家最大的恐惧跟大家最介意的是严家会不会又回来。所以这个仇恨值已经转向了，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三个月，当然严家是必然会参选了，不管是哥哥或妹妹，所以你认为？我认为严家必然会参选，但是这三个月刚好可以让全台湾的民众，除了公投以外，我们好好的检视一下严家在这20年里面在台湾做了哪些事，在第二选区台中第二选区做了哪些事，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好好去检讨，好好去讨论。那讲到补选的部分，除了严家之外，当然我们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提名。好，那提名的状况，我其实之前都有讲过。你说你们一定要提名，如果激进党本身也推出人选，民进党也会推吗？没有。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说对我来讲，至少对我个人来讲，博威的任期还没结束啦。他的任期还有2年多了，还不是现在结束啦。所以这一席本来就应该是激进党的啊。本来就应该是激进党的席次。所以当然我们必须要让激进党来提名人。我们希望激进党提名人。那当然，如果激进党目前没有比较适合的人选，那是不是我们两边共同讨论？是，要赢严家真的不容易。虽然我刚才在讲说仇恨值已经灌往他们家了，但是大家要记得一点：如果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团结，而且博伟没有办法在背后当最主要的那个总教练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战也是困难。所以民进党跟激进党甚至台派的力量，大家必须要完全的结合在一起。那所以我会认为说，应该由激进党跟博威他们好好去想一想什么样的人选适合。那民进党当然也会加入，大家一起来想人选，然后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人选，让这个人选可以不要到最后真的补选结束又让严家拿回去，大家的噩梦就又继续开始。是，所以这个提名的部分，其实我觉得是两边要好好协商，但是应该由激进跟博威好好想一想，给他们在几天的时间想一想。